谢这首歌。对，那诶，这边简单介绍一下瓦尔啊，那大家可以往前哦，耶，可以靠前面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听唱歌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挥挥手。那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瓦尔基连 Wagner， 它是德语发音。那主要就是因为我是住台北嘛，然后我很喜欢就一些团的活动，那不管是大团或小团或亲友团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创办了这个团体的名称，然后这一次就是带了我的好朋友小应一起下台南。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台北的大人物艺术制作，一起就是在里面是成为那个配音的学员这样子，那我们是在里面认识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轮到小应的个人独演哦。那小应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哦，那就换小应喽。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应。我的名字比较特别哦。对，你问对问题了。我的应是两个贝壳组合而成的。对，两个贝壳加在一起就变得很硬，所以我是小应耶。Thank you.
喂喂，蹦蹦喂蹦喂蹦蹦，让大家一起来哦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就是等一下会一直有重复这个旋律的时候，蹦的时候拍头，喂的时候再点这边 ，OK 吗？好，那等一下大家一起哦，那就是卡利外妞的蹦蹦蹦。Thank you.
知道，不知道耶、yeah, 不猜一下吗？有没有要猜一下？不知道，不想猜。对，大家只想看。好，那我们要破梗咯，我们要拭目以待。好，四个字。鬼灭之刃。No no， 不是。哎，那首再怎么吼也也，等一下今天一定会有人唱，我猜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最后两个人一起合跳《威风堂堂》。对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掌声。起来，然后打出。